刚煮好的白饭冒着白烟，散发米香，加入满满一匙肉燥，这一碗肉燥饭竟然只要10块钱，便宜啊！肉燥也很多，小哥懂话啊，蛮经济实惠的。还有这一大碗意面，加入肉燥、酱油、调味，超大一碗只要40元，跟聚宝盆一样大，一碗就能吃饱，价钱也超佛心。这倒啊，安尼啊，那吃了，对，啊没变哪处理啊？超便宜，外面是现在那种干面，大概60-70。超佛心面摊就在台南市永康区，老顾客叫他阿妈面摊，因为老板娘就是一名80岁的老阿妈，动作利落，一点也看不出来已经是高龄长辈。餐点卖这么便宜，因为以前做看护，20年前转行经营小吃，把客人当孙子疼，铜板价就能吃饱饱。啊，吃太饱，我做工作啊。孩子、孙子都长大有工作，阿妈一人饱，全家饱。大环境景气不好下，经营佛心价小吃摊，让民众只要花少少的钱就能饱餐一顿。记者赖冠璋、王淑红台南报道。